Hello，姐妹，今天跟蘑菇来学习《不得不爱》啊！大家如果说喜欢我，也可以在蘑菇评论区留言哦，点赞多，优先给你出教程啊！好的，那咱们开始来学习这支舞蹈吧。那第一个八拍就是说竞拍的地方啊，我们的一个预备动作，你可以先把你的左脚是你的主力脚，右脚呢膝盖扣进去，把胯往左边压。送出去，把背打直，肩膀沉下去哦。首先气势上就要拿捏了啊。好，第一拍的时候啊，我们把右脚先抬起来，然后呢，去踩的同时做一个 U 字摆胯啊，屈膝的，把膝盖蹲下去，然后把胯提起来，但是高度其实是没有起来的啊，它就在这个位置。说连起来是五、两、七、走，一摆上去。好，二的时候啊，我们把左脚把重心换到右脚，左脚踩出去，把胯啊踩向左边，同时在这个时候给个头，然后它的拍子是二大大再放松啊，头下巴抬起来，头皮有在发力哦，啊，放松回来，回到正面，说同时是呼，OK。好，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，前面两个动作连一下啊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、二，踩出去，还在做沿啊。好，第三拍的时候非常的简单啊，咱们的胯呢放松，不用发力，放松，把它摆向右边就好了，身体在中间，不要移过去了啊，摆右，然后呢发力，定住。上到刚刚那个位置，然后我们的手非常简单啊，咱们的手呢打直，打直往里面绕，手腕给一个响指，呼，可以先弯，然后再打直啊，五六七的，嘣，咔，手打直45度，那我们的头的一个小细节可以稍微贴着它一点哈，嘣，咔，五六七的，嘣，咔，贴着你的手臂，歪一点，就不要这样歪，脸在正面哈，加上我们的胯部的动作，五两七。五、两、七、八，走，放松，咔，哎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放松，手在绕的时候把胯摆向一边，放松，stop，OK，第四拍控，整拍把控制住啊，OK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八拍的，咱们的第一组动作啊，把连起来，准备，背打直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好，五打六七大八啊。OK，那我们这里的手啊，看一下，敲敲，从上面敲到下面两次啊，上下，很简单啊。但然后我们的胯呢，最后是不是落地在我们的左边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啊，往下蹲，做 U 字摆，蹲下去。完了之后呢，把你的胯拧起来到这个位置啊。做 U 字摆胯，注意膝盖不要朝前哦。准备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蹲，拧上去。同时呢，敲手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蹦蹦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蹦蹦。OK，好，五打六七的哈，它是个延伸拍。我们收右脚去，并腿做转胯啊，胯往左边。收右脚的时候，胯已经到左边了。往后背打直，不要往前倾哦，尽可能不要往前倾。然后呢，胯到右，最后呢，胯到前，一整整四个部位，然后哦，四个方位把我们的这个胯连接起来，从点到线啊。那脚是微微弯曲的，走左后右前，形成一个闭环。那我们的手非常简单，左手抱你的右腰，右手抱住你的肩膀。啊，抱住自己，然后去做一个绕胯的动作啊，五六七走，旋，OK，把它尽可能的做满哈，只有两拍，说是不着急的，说这个地方连接起来是什么呢？五六七走，五搭六，绕一圈，OK，好，我们继续啊，那这是第七拍哈，往后的时候我们的手呢夹住，手从这个位置啊抱住之后呢，手打开。哎，直接打开大臂夹住的手腕立起来，然后同时侧左脚往后退一步，身体撤到你的左边去。然后呢，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左胯坐下去，右脚脚尖立起来的啊。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，看手先把你的眼睛藏起来，先关起来啊，平行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打开，这个地方是咔
咔两个动作啊。那最后这个动作打开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肩后背打开哦。所以说是咔咔，哎，我们把它连接起来是什么呢？五、六、五、五，从这个位置开始啊，从这个地方摸开始走，七、六，好，第七拍的时候往后，七，好。大，往前走啊，走你的右脚踩出去，往前迈一步，把胯踩向你的右边啊。大八，OK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，后面的第二组动作啊，我们就讲完了。那我们把它连起来，从这里试一下啊。五两七走，五打六，好七打八，OK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，那我们从头连接起来试一试啊！准备，别打直哈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打，六、七、八，大，对不起，这是八大。这个节奏是八大啊，OK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个八拍啊。那第二个八拍呢，其实它整体的拍子是比较慢的，所以说不着急的哈。我们的手啊，先看一下我们的手的轨迹，在这个位置对不对？那我们的手先拿起来，手腕啊往里面翻，往里面，从你的后面翻到正面来之后呢，往后面撩。撩完之后，手的轨迹，整个手臂打直往下，手臂打直贴裤缝，然后往后面摸屁股，摸完屁股之后呢，提到我们的腰这个位置。OK，这是手的轨迹啊。说它连起来是绕 and 摸，再一次看手的轨迹，五六七的往外面绕一圈，撩到后面，然后整个手臂打直撩回来摸屁股。说连起来是五两七八走，boom and boom。好的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跨步的一个基本功啊，提胯，转动脚尖，放右胯，然后再次绕一个胯。所以说，它先是提胯，然后再绕胯。如果说你两个做一个，提做胯都可以，但是我会觉得换重心可能会有点不太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提放提放，因为马上要走这个角，所以说会有那么一点不太顺啊，那就直接做绕胯好不好？所以说提，然后转动脚尖，放右胯，然后再次提胯的时候，两个腿都蹬直，左边绕一圈到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我们再往前走，可能会稍微顺一点点。好，这样我们的手啊，来五两七打八走了，迈左脚往前走一。and 二啊二，提起来，反正呢去转起来啊，到这个位置。好，第三拍的时候往前走三，走爵士步啊，看一下我们的正面。三正面的话，把胯踩出去，不要内扣啊，不要成内八字了啊。好，做三。好，第四拍的时候上左脚。背打直，然后我们的手看一下它的轨迹是怎么做的。先搓里面啊，两个手交叉，然后翻起来丢上去，手呢反手合十，注意啊，不要把耳朵卡在里面的，把往后拉，整个体态是不是就拉上去了？中段收紧一点点，这样一个状态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八拍第一组动作，连起来是五两七七打八走提。放胯，提，放胯，走咯，走右脚，一，身体完全侧到右边啊，二的时候丢上去被打直，OK，你眼睛呢可以看正面，看你自己的习惯啊，看右边也是可以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如果说你觉得，哎，一直提胯，放胯，提胯，放胯，你也来得及切右脚，那也可以这么做，好不好？或者是绕胯，我觉得这你都无伤大雅，都挺好看的啊。说连起来，五、两、七、走，绕，and 绕，and 走，死大仆。OK，好，我们继续咯，看一下正面动作啊。那侧面的时候，我们先背是打直的啊。现在呢，屈右脚，蹲下去，然后但是左脚的脚尖立起来，背打直，屁股往后撅，一定要撅，这样一个状态显得体态特别好啊。然后我们的手呢，摸下来，看一下正面，摸下来，摸到你的脖子啊。手连起来，五两七走，呼，
先是咋直的，然后蹲五六七的，呼，摸下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五拍。第六拍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去做一个蹿塌腰的动作。这个动作我们会讲过 N 多次了哈。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，我们最开始在这儿，然后呢，你可以不用就是说把这个腿打直，就这样一个状态。来，低头的时候把背弓起来。啊，然后抬头的时候，塌腰，撅屁股，然后呢，再用后背把身体拉起来，脚下不动，说连起来是五、两、七、走，低头，弓背，抬头，塌腰，后背发力，把往上拉。然后呢，想要就是不糊脸，脸就在我们的正面啊，不要这样，朝这边就可能会糊脸，转过来，五、两、七、八、走，呼，二、三、四。然后手呢就放在我们的大腿上面就可以了哈。那这个地方的拍子，这是第四。然后五的时候落下来，五，好，六的时候转，六，就一拍哈。好，第七拍的时候上左脚，然后呢去摸一下屁股啊，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转完之后，呼，哎，看一下这个动作，慢慢的把屁股往你的左边啊，注意看正面，相当于是什么呢？呼，往左边摸到左边。最后落脚点在左边呢，看一下啊，我们在正面是穿完之后，直接上我们的脚的时候，屁股先往右，然后再到左，所以说是右，左踩左脚摸屁股，屁股往右后左啊，说连起来是右后左，然后呢收右脚摆起来，收左脚摆两个胯，OK，所以说它是在背后完成的哈，来我们这个动作。穿完之后，呼，完了之后来摸屁股，先往右，然后慢慢摆向左边。完了之后，现在主力脚在左脚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踩右，踩右，踩左，背着去做八字胯，八字胯是做 U 字摆胯，然后手呢打开，打开，OK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八拍，就讲完了哈。所以说，来看一下这组动作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拉下来，好，穿出去。好，摸屁股，右、后、左，好，收右脚踩 U 字胯，踩出去，手打开，打开，OK，就是我们的第二八拍，讲完了哈。好，我们从头来，第二个八拍捋一下啊，从这里开始，五、两、七、打八，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。五、六、七、打八，哎，边踩边去打开你的手哈。那好，那咱们就从头来捋一下咱们的这两个八拍喽。准备啊，加油，别打直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打六七八打一打二走三四五六七八打，OK，那这就是我们的。最后面的这两个八拍啊，那我们就把它讲完喽。那蘑菇其实讲的也特别的仔细哈。如果说大家想学习完整版的舞蹈的话，大家可以后台私信蘑菇啊。